刚刚我们的录影都用 GoPro 本身的 MOD 模组下去进行麦克风收音，现在改用我们的台湾对 TNW-1 麦克风头收音，加了兔毛，户外的抗风效果应该会不错。然后现在的收音方式呢，就是由这个兔毛开始完成哈。GoPro 开系统呀。好，带大家去欣赏美好的风光。这里是南港山水绿公园，非常的漂亮，大草地，然后呢，宠物的天堂，大家都来这边哈，和猫小孩一起度过快乐的休闲时光。那猫小孩呢，现在称之为宠物伴侣。据说啦，政府也在拟定一些猫小孩的一些政策跟福利，包括他们的医疗、生老病死，那好像是归农业部在发展中。那猫小孩呢，被称之为宠物伴侣，接下来他们的食物哦也将列管。他们的饲料食物呢，据说呢，将来可能比照人类的管理方式在进行。宠物伴侣的地位呢，搞不好将来他可以投票了。我天哪！好，不鬼扯了哈，讯号测试完毕。这个逆光实在是没办法，已经用了 HDR 了哈，它还是该黑黑，该亮该亮。用了我们的指向麦克风进行测试。指向麦克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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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测试完毕。GoPro 挺基隆样。